我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。什么秘密啊？有专家说零零后到现在从来没有人活过超过24岁。我问了一下我身边的朋友，真的是这样。那当然是真的呀。你也知道？对，有脑子的人应该都知道吧。为什么呢？啊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啊。这是世界发展的规律，像90后就没有超过33岁的，80后就没有超过43岁的。哎，这些你慢慢就知道了啊。嗯，我知道了，是递减的，对不对？就像10后没有超过13岁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你终于明白了啊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都跟三有关啊？不会是什么神秘的诅咒吧？哎，你真傻假傻呀。啊，今年是2023年，那00年出生的现在才过了23年，哪来的24岁的？傻啊。对啊，原来这么回事。我就说那个群早就应该退掉。什么群啊？门萨俱乐部会员群啊，里面每天在聊一些奇奇怪怪的内容，什么为什么每个隧道上面都有一座山，为什么每个桥底下都有一条河，为什么7+3=8，那什么弱智问题啊，我早就在退群了。哎，你别说，7+3还真等于八。你没事吧？7+3怎么会等于八啊？用手指头算都算得明白啊。那我问你啊，中秋放几天啊？3天啊。那国庆放几天呢？7天啊。那这回中秋加国庆一共放多少天呢？8天。